好，今天要介绍一个趣味小物紅龜粿吊饰，那当然它也是可以当钥匙圈来使用的，好，非常可爱的一个小东西。好，那也因为这个东西呢，我另外做一个小模具。那这个设计的概念来源就是古代小吃的东西，然后它就是这样做出来的。那这个模具呢，你可以拿来当做饼干的模型、蛋糕或是粘土，好，甚至你要做肥皂哦，都是可以拿来使用的。好，那这部分就不方便提供档案了。好，只有分享影片给大家参考。好，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影片的制作过程是怎么去做出来的。